你儿是你爸。我现在穿这衣服不好看吗？你是主播吧？不是。我觉得你当老黑也不错。我主播。为啥？那你当老黄行不？我当老黑，你当老黄可以不？是不是？你手心借我看一下。我操！我靠，白的。你这是黑的吗？你的脚是黑的。我脚是黑的吗？我是啥色的？我的脚也是啥色的？抽烟吗？我给你拿。我不，我不抽啊！我妈不让抽烟。我爸说的挺好的。还行吧。马马虎虎，你是原先是说英语的？我原先是说中文的，不是英文的，是英文的啊啊、嗯嗯！中文是搁在哪儿学的？在这嘎达学的，在这嘎达玩抖音的吗？我偶尔玩。在中国做啥呀？我做生意的，做生意做外贸，做外贸啊？你外贸什么？外贸卖中国产品呗，完完全国跑。我帅啊，你也挺帅。东北味儿挺重的，这家伙必须的。啥玩意儿？你说啥？我说你好啊，你好啊。你是不是拍视频呢？就是记录生活。正在减肥呢，主要是。减啥肥来一串，嘎嘎好吃。你说我现在唯一一家超级大串。啊，会中文呢？会呀，你干啥的？玩吗？这是密室逃脱啊，你可以了解一下。会呀。啊。咋玩的？就是让你在一个房子里，然后你会解密，然后逃出来。在哪里玩啊？那边。好玩不？挺好玩的。哎，帅哥啊，说你这啥？就是他会说中文吗？会说呀。老溜了，一股还行。东北口音。你会说中文不？会呀。会呀，啊，是。你多大呢？我15。你15岁呀？哦。帮别人干活，我们挣钱。啊，你挣钱呐？你15你都开始挣钱，厉害啊！先溜达吧。啊，行，我先溜达啊。那边当地啊，一个人得7-8个媳妇吧？7-8个媳妇儿啊，我见到最多的70个媳妇儿。70个啊。部长啊，你们那边酋长啊，部落酋长啊。人家有钱呢，有人家有实力呀。中文说这么好，还行不？你有几个媳妇儿啊？我还没对象呢。你说啥？你东北味少，东北味浓。必须的。必须的。你们沈阳的吗？沈阳本地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哎呦我，真的。你沈阳本地的？完事完事，你说干啥呀？你还要考我东北话呀？行，我考你一个。完了，考。绕口令。绕口令。对，你跟着我学。我爸是我爸，我儿是我儿，我是我爸，儿我是我儿爸。你说。我不说。你快点说呀！我爸是我爸啊，我是我爸儿啊，我儿是我儿，我是我爸儿，我儿是我。你儿是你爸。你好，我说你好呢。Hello。我刷着了。你说这人像不像我？15块钱，我上家做饭了，我是二的。像啊。还上别人家。你好，拍个照。要拍照啊？拍啊，拍照啊。好。做玉的吗？这也是你孩子？啊，弟弟哦。Hello。你们是沈阳的是吧？我们是沈阳的。你们这个是你们这是干啥的？这个密室逃脱就是好多好多房间，然后解密演绎，给你演戏啥的。那我们一起合个照啊？对，拍。蓝牙耳机，手机放。哥，你多大了？你猜呀？二十九呢。还会说英文吗？不会。真的吗？我还能会吗？真不会。
哦，假的会。拜拜。你是 China， 你是我东北人呢。不是啊，我别开玩笑的，我是尼日利亚的，我来自非洲尼日利亚的。谢师傅，请你小心，别走路了。哦，哈哈，行。哇，太甜了。这我，啊，这你的。我就吃完这个，就不吃晚饭了。不好意思啊。If you like my content, like, subscribe, share. Peace out.